力突破掉沙板囊。小英回防故乡，屏东乡亲在现场热情等候。蔡英文当选，蔡英文当选。短短300公尺走了快要30分钟，小英脸上还是挂着笑容。这一站除了拼连任，也要拉台立委选情。坚定的心，破军向前行，加油加油！这一区由立法院院长苏家全侄子苏正清来出征，原本战将庄瑞雄改列不分区，中间协调过程一度传出内部分裂，不过如今全部一字排开，团结对外没问题。林进栋，在这类最关键的时刻一定要团结，我们为了台湾一定要团结再团结，咱这个时阵那分裂，咱的机器架，咱的台湾人不会原谅民进党。甲你感谢，甲你拜托，一口一口，一口一口，咱做为了救活咱的台湾，来看到咱的蔡英文总统。苏家全当然来相挺，还有陈其迈、庄瑞雄，甚至三重立委候选人于天也从北跑到南，全力来站台。总统的故乡袂使输。一定爱赢的台公好阿妈。小英祭出亲情牌，要大家一定要投票，顾民主、护国会、保台湾，2020台湾要赢。三立屏东综合报道。